见面就掐架。刚刚跟小胖打了两只小土狗回来呀，之前在他家里面也是一见面就掐架，拿出来今天拿出来玩一下，刚出来见面就掐架了，一条是虎斑，还有一条是黄狗。打棍那个钓鱼，不要掉下去钓鱼塘下面去了。来，刚拿回来，它还不认主，要养多几天，给它习惯了。过来，咕噜，这条小胖的，看一下，不要动。花蛇，有点白面哦，长大估计白面。看一下鼻子。来，小虎斑，来，来，小虎斑全身都是腱毛，很硬的。过来看一下石头，哎，过来，看一下石头，石头是全黑的。再养个几天的就习惯了，又想干架。你看，三月桃花开了，非常漂亮啊。鱼塘之前天气太冷了，放的那些罗非都死光了。没什么鱼了。小家伙就是爱打架。起来，不要打了。最凶就是你了。大家好久不见了。昨天跟小胖去老表那里拿了两只小土狗回来养，这只虎斑非常调皮，他两个一见面就掐架。这虎斑还可以，全身都是腱毛，就是刚毛，背部毛很硬。这黄呢也是黄狗白面。虎斑的话就打算拿回来做中工，家里面那条母狗搭配，然后生下来就是全是虎斑了，小家伙。头非常的漂亮，现在耳朵还没有立。玩累了，漂亮，桃花，三月桃花开啊。等下钓几条鲤鱼回去吃。OK， 小胖，没问题。好了，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下期见了。小胖带他们俩去抓老鼠了。
还太小了，应该不会。